我实在舍不得摘，就让它长大了我再摘来吃吧。快点出来，就快点去。他不出来，他们老是喜欢躲在里面，是不是因为你没穿衣服又害羞？好多黄尾。春天到，芽也发，所以这个就叫春芽。嗯，这个还小，我舍不得摘它，我要找摘大一点的。这里有，就有一个。这棵春芽短肥短肥的，有些细长细长，这是短肥的。香不香？肯定香啊。走，再摘。行，整个月子拔遍了，就这么多，有些大一点，有些小一点，还有些太小太小，我实在舍不得摘，就让它长大了我再摘来吃吧。你想怎么吃，猪？炒鸡蛋。炒鸡蛋是吧？行。炒鸡蛋甜。可以，这些因为有些老了，所以就不要，我们只要嫩的。你像这个就老了。到了春天啊，山上到处都是宝，只要你有一双慧眼，慧眼，还要有矫健的身材，矫健的手脚。嗯，你这么肥，你都爬得上去？不是我爬不上去，我是怕爬上去了那个树倒了。它树承受不了我的重量，像你这样呢？我爬树不行。对呀，你又爬树不行。加水，怎么烫春芽？来点盐，再把这个春芽下锅，稍微烫一下，不需要烫太久，烫太久就熟了。再粉一下，夹出。烫好再放凉水过一下，然后给它挤掉水。春天一定要吃春芽，不然白过一个春天。嗯，一定要吃点那个山珍。嗯，对吧？嗯，再把这个切起来。热锅冷油，再炒，再敲碎，放点调料进去，春芽加进来。出锅，好香啊！这个春芽本身就很香的。加上母鸡下的蛋更香，香香的，这个好香的，必须的，看着不咋地，但是吃的真的是好吃。嗯，今天吃素的，有蛋是帅荤还是素啊？尝一下。嗯，春天到底是来了。嗯，听见鸟叫了吗？你以为我聋啊？你嗅不到吗？我以为你眼里只有春芽，只有饭，干饭。这叫什么？嘴里吃的，耳朵听的。嗯，好吃哈。嗯，今天是今年第一波，是咱们家那个摘的是第一波。对，太香了。你给我留点哈。放心。吃饭还有，我感觉往年炒的都没有这个好吃，这次炒的特别香，因为现摘，因为所以好吃。
你怎么蹲着吃、站着吃、靠着吃？享受不一样的感觉。别人不说吃饭要有仪式感吗？嗯，你的仪式感是不是走家串户的吃，吃好多碗？嗯，对。嗯，这里的春芽还没长大，下个星期。嗯，对。也长得快得很，一个星期都可以。看嘛。嗯。嗯。就这么长就可以吃了。一个星期。嗯。我本来还不够，但是留给你吃吧。谢谢。春天一定要吃春芽，不吃就真的白来春天一趟。而且啊，春芽要过水一下，炒起来更香，拌在鸡蛋里面好像那个香味还出不来嘞，这样炒还好吃一点。对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嗯，好。嗯。